早上买了几块鸡胸肉来炸个鸡肉丸子吃，准备了一斤鸡胸肉，一个红萝卜，还有一点姜葱。现在把鸡胸肉洗干净。胡萝卜把它削皮，再把鸡胸肉切小剁成浆，有打肉机可以直接用打肉机，这样快一点，剁得越细口感越好。再切点胡萝卜，一半就好。尽量把它切细一点，姜末，再切点葱花，来调点味，加一点盐，再加一点生抽、五香粉、少许胡椒粉。再来几滴香油，两勺生粉，洗干净小手搅拌均匀，把它拍打几下，看这肉浆的弹性。起锅烧油，锅烧热倒框油，油烧热转中小火，来把丸子揉到锅里面炸，肉丸啊，鸡肉丸，用水煮就是丸子。等丸子全部下完，转中火，第一遍炸熟，第二遍炸脆。金黄金黄的，炸到这样两面金黄就差不多了。油烧热，再把它复炸一下。出锅，沾一点焗油，沾一点酸甜酱都可以。香。